还没有试过。一颗原子32。对，32颗。32组想做过啊，一个 S 七也不要做久。这么快？32颗都是电子。对，但是都是金属原子，电子比较多。用一种。2单元，你行吗？没有，是163。如果金属的话，那个大概三个。好。然后那个。所以农业怎么都可以把它全部转完，然后确实是个模型，以你进步。现在还剩下几个配置？现在都是 VCNT 吗？200步。对，这些都是 VCNT 的，应该下礼拜应该。这些应该就可以跑完了。Okay. 然后我有一个五元结构的那个的的。Particle 乱完了吗 ？Particle 哦，你是说三元有那个有一个跑完了，在在这里，在这边，然后还有没有奇迹？对，我有画改脚本去画它的奇迹，这样应该是有的，时间是有的。那个是有加盟吗？那个我上次传给你那段就是实验的那个团队，是添加哪一个会变有奇迹？我记得是，好像是加入锰，还是锰和NG 是镁吗？对，它中间呢要把锰跟镁，对，丢进里面41颗，41颗，就再转一次。所以会变五种元素的吗？现在那个元素里面是还要镁或锰还是镁和锰？镁和锰，那就加一个镁，然后一个锰，然后再镁跟锰各做一个，所以是四元的做两个。对，好，那我重新创之后给它跑一下看看。啊，跑完就要给孙老师分析一下。然后这个是那个 nanoparticle 的结果，它就是这是 VC relax， 然后它就是到100多步之后，它就不会再动，这样盖是正常。那可以啊。好。那我就之后那两个四元的我也是照同样步骤做。啊，这个要多久？这个哦，我看一下它 run 的时间。啊，东西赶快进行把它丢一丢。好。所以东西是用 NDI 加 ONT。这个是用。这个是当初是在182上跑，然后把它拉过来，就是跑完结果把它拉过来161。对，所以应该是用在182用 NPI 加 ONT 跑，就不会有记忆体不够，对，不会有，但是会稍微慢一点点。这个我觉得挺快的，只是这个另外一个，半径比较11纳米。就是半径比较大的这个跑到现在已经跑了7天了，还没有算完。然后这个跑到第几步？没关系啊，让它乱。电脑很烂，都乱了1个月了。但是编剧还是没有停歇。
对，两个都有毒。这个。这个半径比较大的有207次，对，还在老嘛，对不对？对，它，然后这个137就可以跑完。OK， 可以，没关系，那就放了，让它乱跑。好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的也丢进去。大四元，五元的。好。五元的。对，刚刚不是有美加盟吗？嗯。然后，这个是老师那个传给我那个，就是小美老师弄的这个，他是可以画，随着步数观测那个。FCC 和 BCC 那些结构那些 type 有的变化啊，我用 Orbital。 我们的做法是直接把档案 import 出来嘛，对，然后再用 Perl 去分析嘛，对啊，我昨天有弄可以看，就是我找一下。我先，它可以针对那个，我把我拿那个 nanoparticle， 就是刚看的那个三元的结果放进来，给它读，然后让它看，然后它可以先画出长条图，对，然后可以看到说它就是它总共只会有 FCC、HCP、R 的，然后最后面会只剩下 R 的，然后之后那个长条图会整成就是那种摆那种折线图，只是那个折线图的资料不知道为什么跟那个长条图对的资料对不太起来，我可能。等一下再去再看一下，要怎么改。如果这个不方便的话，那还是一样用你的做法 output 出来，再用 Perl 去做。嗯。好。差不多就这样。好。